哇，7000多人呢，佳美，这点赞是，等一下我数一下，这点赞是多少啊？点赞已经有100多了。100多万吗？哦，对哦，我刚刚好像点，哦。我们先不说这个，我们不说这些事情了啊。你们这股票打的是什么呢？你连我干嘛？没有啊，就看一下你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不要看我。那个宝米店，你给我买车了以后，想去哪，我直接带着你去，开着车带你去，兜风，带着你去玩。咱们那个黑色的车，是黑色的颜色的，对吧？那真的是太好看了，那个黑色的，小爽哦，从今天哎，小爽，我就这么我现在我有话跟你说来，你出来，你那个，问你旁边在旁边来，小爽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你说，你刚才我也跟你爸爸打了电话了啊，我跟他说，你这边也不听我的话，我也管也管不动你，我也不管你了。然后你爸爸说，那可以不用管他了，行啊，从今天以后我就不管你了啊，你爱干嘛干嘛去，还有阿美这里你也不要再来阿美这里住了啊，你想睡到哪里去，我也不管我的事啊，反正你又不是小孩子，你已经20岁的一个女孩子了，是不是？你已经是20岁的人了。阿美也跟你一样大，阿美也才20岁，人家阿就美，你不要我住你家里面吗？不是对，阿美说了，刚才你跟他我说，没有，你让开，阿美，阿美说了，已经不我让要你听不阿要来美他家住说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话，怎么不想听我说话？就是这我样要子听的，阿美说，阿美是不是不想让我住你家里面？对呀。你就不要吃小吃不了嘛。我说你要不要我住你家里面？哎呀，你不要来阿美家住了，啊，阿美，他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什么叫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？哦，你现在所有人都以为那个玉米的事情就是你干的。啊，就是因为啊，你们自己，你阿美在这说那个门关着阿了，美就做我们错什两么个事在了？家你里为什面。么无缘无故栽赃阿美啊？陷害谁阿栽美赃啊？阿美啊？你凭什么无缘无故的误会我啊？觉得是小小干的，扣不上啊。扣分觉题来得看一下，啊，人多，他们觉得是我干的，就是我干的了吗？对，都说是你干的，反正啊，凭什么说是我干的？以你凭后什么说是我干的？你也别来阿美家住了，真的你啊，阿管美我这边去也不去不。阿美家？人家阿美又没说不让我住，凭阿凭美什么说了，在阿你美你说不家？来，直播间大胆的说来，直播间8000多个人看着那是不都是你支持你家？这么说，你没事啊，来咱们直播间啊。觉得阿梅现在不让小小住他家你不要这么想啊！你不让小小住你家啊，你就是个坏的女孩子，怎么样？不要我这么不要这样子想，是他自己是小小他自己无理取闹，你才没办法的情况下，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各个级衰们啊，阿美，你支不想持让我阿梅住你说家里面啊，吗？支持阿梅。不让小小住他家的，给我上打两个字支持，给阿梅看一下来，阿梅你看着，直播间7600个人都希望你不要让小小住在你家，你就替他们的说，替他们的，看到没有？来，我们直播间马上8000人了，咱们8000个家人们希望阿梅阿美，不你要觉让得那个你？小小住在他家的，给我上打两个字支持，给阿梅看一下。你是不是不想我住你家里面，阿梅？啊，你是不是不想我住在你家里面？你想想，你今天你就回来。你贴我直播间说自以己后不已经摔你门，还看到没有？想不想让我住你家里面？说不想了，已经。我在问你吗？我有在跟你说话吗？这样子，小小，你就今天就过来，然后你不要带尺布，然后你明天要不你这样子吧，要不你回去了吧，你看，那意思就是不要我住你家里面嘛？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在这里的话，一啊，直那跟尺，我就只是问你，是不是不要让我住你家里面？不是我的意思是，你一直去找尺布玩，然后尺布一直就我真的不是很欢迎尺布，因为尺布一来，我真的我不欢迎尺布，然后你每次都会去找尺布。
那我可不可以住你家里面吗？我没有说不可以，你听到没有，飞哥？阿梅说要我住他家里面。你现在回来，然后现在回来，然后明天王飞哥也给你爸爸说了，你要不你就先回你就回去了，就不要在这里了。你在这里的话，以后曲布真的会把你带成你就只说要不要我住你家里面就行了。不要，要不这样子吗？阿美，你直播间啊，直播间八千个人啊，不要。阿梅，不要那个小小住在阿梅家的，你走开，不要来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不想看到你。哎呀，人家都说了不想让你来住，人家什么时候说不想让我来住？我没有跟你说话，你走开，阿梅，阿梅，你走开行不行？直播间家人们啊，我不管他是不是赌气啊，我不管他也怎么样啊，反正他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从今天开始我不认他这个妹妹了，我也不管他了啊，他爱干嘛干嘛，我要你管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走开行不行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刚刚没说话。咱们八千个人啊，你们觉得啊，不想让这个小小住在阿美家的，顾不上打个不要来，因为这个小小现在不是以前那个小小了啊。以前阿美是想着啊，他一个人，他妈妈啊去打工了，还没有回来，他一个人在这个家啊，有这么一个小小陪他娃，他也觉得不无聊。但是现在小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啊，他昨天啊把人家的玉米给他啊，不是到阿美家来啊，然后说是阿美干的，阿美都被说哭了。那你还说是我干的呢？不知道以后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哥哥姐衰麦啊！顾不上打不要两个字给阿美，你看下来所有人都说不让他来住你家。王飞哥，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？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干什么？你说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？干嘛？我带你去检查一下行不行？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？我刚才说那么多你没听到？我没听到，你说来。你凭什么污蔑我？你凭什么说我啊？我没有污蔑你啊，但人在做天在看啊，随便他怎么看也不是我做的，骗不过老天爷，他看着你啊，他看着我，我也不害怕，又不是我做的，我怕什么怕？你看你现在就因为我说是阿梅干的，你现在当着你这么多家人的面，你说是我干的，大家都还骂我是小偷，凭什么大家都还骂我是小偷？你凭什么说是我做的？你看着我做了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那你可以说是我做的，那我还可以说是阿梅做的呢，那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每我说是阿梅做的，你就要叫我不要说，那你凭什么可以说是我做的？啊，行了行了啊，不管是不是你做的，这个事情我们不提了啊。你走开，懒得看你。跟你说好，以后你走远一点，行不行？我跟阿梅聊天，跟你聊天嘛，他你就烦，就说以后他就来，不要来你家住了。阿梅，嗯，我们打把 PK 行不行？如果输了的话，对方答应一个要求，我就不问你，想不想我住你家里面了，可不可以？来，我跟你打。我让开，谁要你跟我打？我不想看到你。答应对方一个要求，是不是？谁输了？对啊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开。我跟你说了吗？我在跟你说吗？来，我跟你打，我们两个打。我没有输了，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我输了，我答应你一个要求。我不需要你什么要求，我看都懒得看你，你走开。你比如阿美输了，你想让他干嘛？我要跟阿美打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打什么？你走开。打什么？行不行，阿美？不打了。打了，打了，我们互相答应一个要求，行不行？阿美打没事，我支持你。